好犀利嘅，但系你会感觉到你有一种恐慌嘅边缘啊！嗱，系咁着紧 yes 边，好似呢啲快班我都唔敢点俾嘅，因为啲坑渠盖一跳咧，我个心就即刻有啲慌慌地嗰种感觉。呢架车真系喺香港嘅路面，你真系要好小心揸，好癫嘅一部林宝啊，吓亲我啊！好，等阿董 Sir 佢哋有镜下镜先啊。今日有其他嘢做噶，但我都专登真系要过一过嚟摸下呢部 STO。哇，5000转咋？你听唔听我讲嘢啊？好似坐咗喺块铁板上面噶嘛。引擎马力系640匹，同 Performante 系一样嘅，但扭力就细咗少少，系565牛顿米，少咗大概35牛顿米啦。但0-100、0-200加速。比起 Performante 都是慢得只是0.1秒，分別是3秒和9秒，都已經很快了。 STO 另一個重點是減磅，整部車的乾重是 1339kg， 比起 Performante 輕了 43kg， 和後驅版的 Huracan Evo 比較就輕了。